最後一個練習化 T 就是、我彈一個小鴨子啊，聽一次先仲有一個係切分音嘅，嗰、那個切分音咧，咁我哋中間個切分音又要大力少少嘅，頭尾弱要中間強啦，咁啊都會有少少強弱個編排嘅，譬如第一個小節啦，就用強音啦，好，跟住後邊嗰第二個小節都係相同，我哋聽過少少彈，細力啲，好，跟住呢個 V 咧係細力嘅，個 Mi 要大力啲，俾陣音。跟住個 Re 收翻細，然之後哆哆哆，好聽一次先啦。我拉拉彈托子個拉嘅時候咧，個化就要撳定啦。都可以不放手的，左手弹晒四个发先至放手，跟住咪细力嘅，个酥要强嘅，再听多次呢句，好，呢个连续三个发。都要按定佢，好，弹个酥嘅时候就放手啦，得啦。